459，464，484附加特技19%，纳尼？搞了19%的特技，搞了！哇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把来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冲刺！只是如此相信。19%的特技来了，兄弟！来吧，兄弟！19%的特技给我炸了，兄弟，炸！我你气鬼术！哎，完了！拍了一下，号不见了，我。哦，变全屏了，你大爷的我！哎呀，我这气鬼术我！九子，崔哥，差一丝丝呀！我的这两个上下一叠加，崔哥那不得起飞了呀！相当 nice， 两条愤怒。哎，可以回血。童子放前，泪妖放后，连击不冲突，飞行不冲突，慧根不冲突，法连不冲突。今天的第三次超高成本泪妖，成本超过6888，给我乘以10，合出了魔化披着童子，而且是宝宝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刚才是8技能定台加11技能力劈，成长1.69，资质上去了，房子上去了，工资吃完真金也上去了，53的体质，气血599，有台子，高成长。这波没有主播出品啊，可能这个魔兽不太适合这个啊。诺言，连击，吸收，不要无赦，保底9了啊，不要无赦，保底10，10技能静态妙题，高资质，魔化童子，套娃结束。哎，剩个鬼魂，那没办法。调查补查成了为止，现在就是。就很莫名其妙，兄弟们。就打输这一块，兄弟们啊，跟你们说，实不相瞒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，瞎乱打，一顿乱拍，莫名其妙他就成了。看打就行了，看什么看，挡不挡，遮什么遮呀？哎，真的没意思，没死。就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打这只宝宝，我刚才都靠在我椅子上用脚打的，打这玩意儿都不用手。人在天，人能我。又是一坨巧克力味的屎。哦，工资也拿了。实际呢？别看了，实际呢？有什么好看？1.23，死海底了。